各位在座如果有任何婚礼或者尾牙的需求，对，本团成立至今，就是只有在沙漠表演，我们希望能够拓展一下我们的眼界。好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帅气的鼓手，对，曾渊明，对，他同时也是一间那个鼓工作室的负责人嘛，就是各位如果可以去他的那边啊，接练团式啊，或者是要办讲座，他那个场地都很多。而且他最近就是身材练得非常壮，对，所以有健身方面的问题可以请问他。好，我们那个最帅的贝斯手山羊，对，他就是，对，就是我会加入这个团，其实是因为他找我的，对，然后他旁边的那个吉他手是王正志。对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那个 MI 回来的方式。对，那我是本土乐手，我是那个是默默无名的杜乃迪。好，那这个废话不多说，好，我们来听一下那个 Pamodini 的那个作品，叫做不是 James 啊 ，James 已经演完了，叫做那个 Jaco。那这首歌非常有历史意义，因为他以前跟一个很有名的贝斯手是叫 Jaco 的，就是他们两个是战友。但是这个 Jaco 因为个性太暴躁，被人家干掉，被人家杀死。所以各位在座如果有个性暴躁的，要赶快改一下。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有没有教训。